下课时间是不用休息，是不对？他不休息，这些兵要休息，我要休息，你要休息。他真的太夸张了，你跟他讲，没关系，连长来了。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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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着，坐着。 你休息台拿过来，你也去叫医官，快点啦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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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叶大同，内裤不用脱啦！ 连长，我们建议把他送到医务所，确定没事再让他回来。好，你们两个，全是医官，把陈天兵送到救护室。到是，小班长，你跟去吧。是。陈天杰啊，王班长，哟，你把部队带到树荫下休息。司令，陈班长，是。 你留下。还好他醒来了，不然如果送到八栋山医院，就麻烦了。再拍一张。有没有人不舒服的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讲啊？注意。注意。 各位身体不适，请立即跟干部反映，不要硬撑。现在班长带各位到阴凉处休息，所有人听口令，向右转。前进时四路，请步。走。你知道吗？超倒一个陆武神，会连累多少人？包连长。 我是执行官，如果发生什么问题，我会负责。你愿意负责，很有担当。但是连长要在这边提醒你，这里不是官校，你已经下部队了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用官校的方法来解决。连长，有很多事情我们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到底，不能有所妥协。有很多现实的丑陋面，都是因为我们妥协而造成的。身为一个军人，就要有能力保卫国家。 要不然就会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所有纳税人。培养出精实的部队，确实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训练有很多种方法，没有哪一种方法是绝对的准则。我知道你很不喜欢妥协，但是因材施教，适当的妥协，是我这个当了十几年连长的经验。 希望能听得进去。谢连长。二、三。
you